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，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。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，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，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。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微利，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。请支持 My Radio。各位观众、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《郁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咧系讲两个台湾的谚语：吃果子爱拜桥头，挂吊杯。吃果子要拜树头的意思就是我哋要有感恩之心，同埋有感恩的行动。一个有感恩之心的人，就先至会饮水思源，与人为善。但是资本主义社会，人人利字当头，当然就不会说什么吃果子要拜树头啦。割稻米，即是台语的刮掉阿威，是台湾的乡土谚语，意思就是说人哋将前面辛苦的工作，好像整地啊、播种啊、插秧啊、除草除虫、施肥灌水都做好晒，到收成的时候呢，你就走去抢住收割，接收成果，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。今年1月13日是蒋经国逝世30周年，国民党就举办很多活动扩大纪念。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就语出讥讽，他说什么呢？不肖子孙，欲藉纪念独裁者获得权力与选票。正在推动两蒋统治时代转型正义的民进党，鞭尸都来不及，当然就不会对蒋经国崇功报德。不过根据1月12日的民意调查，到今天为止，仍然有超过半数的人民认为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是最大的。同日呢，另外一份民意调查就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已经跌到谷底，只有26%的满意度。30年过去，台湾仍然有很多民众对蒋经国长留去思，他的历史评价是30年不衰。在蒋经国治下的台湾推动十大建设，設立科學園區，發展這個半導體產業，推動經濟轉型。小蔣主政16年，雖然經歷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，以及美國承認中共政權的外交危機，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平均是高達 9.5%， 締造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。在今日仍然被民进党和台独人士标签为独裁者的蒋经国，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年，完成了台湾在国民党威权统治历史上几件重要的政治改革工程，包括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，同时解除党禁和报禁，11月开放大陆探亲。这一位所谓独裁者，在反攻复国无望的时候，将他自己和国民党的命运和台湾人民紧密连结在一起。他仍然可以善尊一切的时候，毅然放下权力，还政于民。30年过去，经过了3次政党轮替，一党独大40年的国民党2次在野，现在更遭民进党以转型正义为名，实行全方位的政治清算，加上党的改革举步维艰，在公元2020年的大选能否败部复活，恐怕都不可以乐观。至于民进党他刻意剪裁台湾政治发展的历史，将两蒋统治时代的国民党打入专制独裁之列，所謂轉型正義就只得一把尺，
彷彿台灣今日的民主是民進黨揭竿起義，一夜之間就將專制獨裁的國民黨趕落台得來的。如果不是蔣經國在死前一年解除黨禁，推動政治改革，而他的繼任者李登輝順應民意，加速政治改革的步伐，90年代中國會全面改選和總統民選次第完成，民進黨今日可以二度執政嗎？台語吃果子要拜樹頭和割稻米的講法，前者是指飲水思源，後者就是坐享其成。台灣那些只講現實利害權力至上的政客，在很多仍然懷念蔣經國的台灣人民心目中，只不過是一個個割稻米又不懂得吃果子拜樹頭的功利主義者而已。多謝各位收看收聽，下集再見。